河滨德州路880巷德路边啊，水沟啊真牢固，只要落大雨，就出现积水未退情况。在里长吴明钦甲当地里面的叮咛之下，河滨公所已经完成排水沟改善工程，将大幅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品质。河滨德州路880巷，因为排水沟牢固，在落大雨的时阵，拢会出现积水未退情况，予当地民众非常困扰。里长吴明钦接到民众叮咛，积极向公所反映，争取道路排水的改善工程。换厝的咧起，较早咧起吼，比较比较细条，啊较细条，即排水较歹，啊歹吼，差不多20公分的宽度，啊会积水，啊会积水，里面来反映吼，人第一甲里长讲啊，即摆有水沟已经来做好啊，啊做啊，今仔日就是来伫咧放即个 IC 吼，即个担啊高。啊！来要甲矿工要来甲完成这个路面。进前就是啊，迄条排水，排水袂成，迄条啊，这所地怎啊才用着安尼哦？看怎样排排水安尼啊？排水沟改善工程完工了后，工程人员也进场要将开挖的道路重新铺平。但是时间当天，民众发现门前的自来水管线有漏水情况，公所也紧急通知自来水公司来修复，让铺路工程会当顺利进行。大幅提升当地住户的生活品质。中华新闻叶宏武、何美彩虹报道。